各位老师，请投票。第三行两票选择肖凯烨，七票选择张泽。第四行，各位老师，请投票。这一行六票选择肖凯烨，三票选择张泽。 谢谢各位，一千比分咬得非常近。接下来下一行的各位老师，请投票。这一行六票选择肖凯烨，三票选择张泽，最后一行的各位老师，请投票。五票选择张泽，五票选择肖凯烨。 谢谢各位，请放下。好，51分当中，肖凯烨对张泽是27比24，肖凯烨暂时领先3分。现在，陈奕迅老师，请您把信封交给我。好紧张。 陈奕迅老师最后的选择是肖凯烨30分，张泽20分，将全部的分数再次累加在一起，双方的得分是肖凯烨对张泽57比44，恭喜肖凯烨。 成为雷军史上冠军之一。那凯爷，我要请你先到场下休息，等待你和另外一位冠军。那么现在就是跟张泽说再见的时候了，有什么要跟他们说的？啊，其实我怎么说呢？我更希望凯爷去鸟巢，因为我觉得他唱的很好。 对，没有别的理由，我觉得凯爷唱的很好。谢谢大家，到他们面前吧，跟这个夏天的四位老师们告别。加油！好，加油吧！这个段落太少，不够你耍的。谢谢尚武哥。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让他再听见，再听见我们为他的欢呼吧，好吗？拜拜，再见。张泽，再见。现在进行的是龚洁明和叶小月的终极对决，终极考核正式开始，欢迎叶小月演唱。 Bad boy。 这结局给遇到破，say gonna go away。你着急着往南飞，扭你的追求一向从走，用那一成不变的借口，不必掩饰 ，I promise I will let you go。 让我对你说拜拜。
bad boy 你的唯一真的有太多没断爱的保质期都短暂的像烟火你说你喜欢追逐不同的味道流浪是你的宿命根本不需要听到 boy what can I do I will tell me it's running out of baby you don't love me I know that true 也许下次再见就在那不远的蔚蓝山处你会想着他去冰凉你的夏I wish you good luckI wish you good luck. I wish you good luck. I wish you good luck. 在每个孤单的夜里，我都会想起你。是你让我无所畏惧，是你让我置若罔闻。这里已经拥挤的这里，还是个通道，忘记了呼吸，忘记原来不仅爱着需要勇气，就连放手都可能被建筑。说过了要一起，注定只剩下我自己。那些说过的情话都化成了痢疾，可我还是想要挽留你。你是 bad boy, bad boy、谢谢叶小月现在请叶小月和古天莹交换舞台终极考核正式开始欢迎古天莹演唱失了分寸
谢谢古洁莹，这一刻我们把聂小月也请回舞台。陈奕迅老师，你们太厉害了，真的。小月的，我完全进入到她的世界。她说故事是非常动听的一个歌手，洁莹真的是好棒好棒，你的 vocal 的这个表现，而且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你那么的在一个。 情绪里面那么投入，那么投入，就非常难得。但是可能我的主观就是，如果有这么细的一个，可以让我的啊再更悦耳一点。谢谢陈奕迅老师，弹得好，很棒，谢谢谢谢你们两位。南英老师，小叶是一个特别成熟的，非常有自己那种主观态度的 rapper。 就容易让我们都跟你在你的那个世界里，我认为没有瑕疵，非常稳定，非常成熟。刘欢老师，小月其实他刚才的这首 Bad Boy， 作为 Hip Hop， 作为 Rapper， 是我喜欢的那种啊，就是在一种比较听起来很冷的速度并不快的东西，他用说再加上唱，给我们传递出来一种情感，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状态。 小虎刚才他是一波一波一波的情绪，这个戏剧性的东西一直在顶，而且他完全在他的情绪，我觉得这样的歌手是非常难得的，他可以控制这种戏剧性的音乐张力。谢谢刘欢老师，周杰伦老师 ，Hey Boy 改编这样，我是觉得蛮勇敢的，而且蛮刺激的，所以你那个和弦进来哦，我觉得那是很大的勇气，应该是 C， 再来是 B，B 完之后接E，E 7， 再来是 G 7。 又跳回了 C， 这个循环我想说哦不错，一直在这样循环。A1 A2 有没有改变？有改变，我蛮喜欢的。好，谢谢。今天两位也有他们自己的合唱嘉宾，小月刚刚的合唱老师杨千嬅老师，小月还是我还是跟他有情感在里面。我觉得他虽然是一个 rapper， 但是在不同类型的音乐当中都可以用一个准确的方法去表达他自己想讲的故事。 所以这是一种感动。谢谢杨千嬅老师，黄韵玲老师。我觉得今天坐在这边，我觉得很幸运。那在你们身上，其实提醒我很多事情哦。然后看到你们唱出自己心里的声音，我觉得还是回到自己心里，那我有感受到，而且非常重重的一击击在心上。所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黄韵玲老师。 二位还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小月？其实前几轮我都给大家的感觉可能是哇，就很快，然后就很猛。但是我想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展示不同的我。然后很好玩的是，当时写《Bad Boy》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原感来自于我一个失恋的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他男朋友想要自由，那我就写这首歌送给我的朋友。 然后当时我为了让自己融入那个角色，我去超市买了一瓶超浓的鸡尾酒怼了下去，然后两个钟头内写完了这首词，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这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我觉得每一个创作就是把自己带入那个角色，我觉得很好玩。谢谢大家，谢谢，丁。 其实我之前是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出过这么远的国家。然后我从马来西亚来到这边，我就想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不只是会玩的，我想要表现就是里面的那个我。那我希望大家听到了我心里面的呐喊。谢谢你，谢谢。现在陈奕迅老师，请分配50分的得分。 去看了，没有，我刚刚猜了，每次都不太一样。好了，好了，好。我们请各位代表跟我们分享选择理由。我自己是一个年纪偏大的音乐人，但我们受过传统的音乐教育，非常期待听到既经典又隽永的歌曲。可是当我听到叶小月带着她自己的创作，又用她的歌声，又用她的 rapper 的方式来演唱的时候。 就让我的心里的念头起了一个相反的作用，我发现我老了。
我必须要了解现在年轻人对音乐的认知是什么。新世代的音乐也许就是叶小月他们这一代所产生的。我把这一票投给新一代的音乐文化叶小月。谢谢你白老同学，谢谢。小月就是在 rapper 的世界里面，女 rapper 本来就是特别的少，你把你放进了这个作品里面，所以也打动到了我。谢谢你李杰如。其实这个歌真的很难唱，很难唱，因为写这个歌的人呢就是自闭症很严重的人，你把它唱的另外一种属于你自己的歇斯底里。小月，我其实是听到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很国际化的音乐的表现。谢谢您古杰莹，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以及他舞台的表现力感染到我。谢谢您，谢谢。51位音乐评审团的老师，红色代表第一顺位演唱的小月，蓝色代表第二顺位演唱的杰莹。第一行各位老师请投票。3票选择叶小月，2票选择古杰莹，谢谢，请放下。第二行各位老师请投票。3票选择叶小月，6票选择古杰莹，谢谢，请放下。第三行各位请投票。5票选择叶小月，4票选择古杰莹，谢谢，请放下。第四行各位老师请投票。6票选择叶小月，3票选择古杰莹，谢谢，请放下。下一行各位老师请投票。5票选择了叶小月，4票选择了古杰莹，谢谢，请放下。最后一行各位老师请投票。5票选择了叶小月，5票选择了古杰莹，谢谢各位，请放下。最后51票叶小月对古杰莹目前的得分是27-24，叶小月暂时领先3票。我们来期待最后的结果。陈奕迅老师，我可以说一个小小的事情吗？当然。我想说的就是不要分那么多类，类别是用来让大家参考这个哦，这个类是什么，这个类型的，不是说标签说这个类型就哎好像听起来就哎偏了。比如说 rapper 什么 hip hop， 我觉得其实什么曲风都不重要，古典的爵士的怎么都一样的。忠于自我的感受，不要做成族群分割，也许这样对音乐是更包容的想法。对，中国风的鼻祖啊，嘻哈鼻祖啊，我是善变的鼻祖。好，说完了。鼻祖，请把你的琴捧给我。善变之神，对，我不要做情歌之王、K 歌之王，我是善变之王。记住了，记住了。好，谢谢。请回座。好，晚安。善变之王，50分的分配是。之王，50分的分配是。叶小月30分，古杰莹20分。最后，叶小月得到57分，古杰莹44分。恭喜叶小月成为第二个陈奕迅战队的冠军。先得跟古杰莹说再见。在参加这个比赛的这段期间，对我来说真的就像发了一场梦，就特别美好。我也长大，我学会了要会收也会放才好玩。伊森老师教我，我觉得我这18年的这个人生非常满足，已经真的够了，真的够了，谢谢。所以去跟各位老师说再见。今天很棒，还有很多18年的很长的路还要走。嗯，没错，努力，继续努力。真的很棒，以后可以多试着小声唱歌，把下边的这部分弄好，非常棒了。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古杰莹。
跟大家最后挥手告别。现在欢迎肖彩燕、李导才两位冠军，肖彩燕和小月，请他们的老师雷俊为他们颁发奖杯。好重哦，好重，恭喜你，恭喜你。我们有人21年轻人最喜爱的拍照手机，接下来进入周杰伦战队冠军之夜。有请老师周杰伦带领他的四位黄金战将为我们带来水手可防，牛仔怕水。哎，我没有说错哦，掌声有请。口琴，夕阳下没了倩影。我用子弹写日记，介绍完了风景，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直接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手掌都靠武器。赤手空拳就锁着蚂蚁，叫我水手。Oh, oh, come on, come on, baby， 没人会懂你，我就叫 baby。喊我水手。Oh, oh, come on, come on, honey， 我喜欢你胜过蚂蚁。我嘘嘘的地方，我对海鲜会过敏，吃素也很久，想当那歌手，结果变成水手。哦哦，怎么有点东北腔？ No no， 去掉太远的地方，人家不怪就爱直播，在那边爱情做小菜，在那边爱着。叫我水手。抽签的方式两两组成一组，因为您你是第一个入围的，所以你就拥有抽签的权利。我把它再洗乱一次，然后你选择一个。您给自己的选择是达布希勒图，所以我们请二位先到备战去休息好吗？周杰伦战队今晚的冠军之争正式开始。在正式对话之前，我们邀请歌手陛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献唱著名的歌曲情深。掏心掏肺掏不出几句像个样的流行，讨着人欢心，真假小调在真大调骗你，是他追着却只会光听。欢迎歌手李琴。时间的角落
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或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感谢收看 OPPO 中国新歌声，登录独家视频网络平台爱奇艺，观看节目完整内容。登录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听高品质音乐。本节目独家 VR 视频由 VGVR 联合出品。登录微博，参与中国新歌声互动，解锁你的专属新歌声 MV， 参与中国新歌声金曲打榜，新歌声微博金曲大碟由你决定。感谢浙江卫视官网、蓝天下、中国蓝 TV、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ZAKK 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360搜索，航美集团 QQ 看点界面、手机贴吧，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还可以登录网易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及腾讯新闻客户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